今天是游客首发的第二天，最后一天，今天也会带来特别多的表演，尤其是女孩之间就有台日大对决，慧明跟她好，今天也要来场舞蹈大PK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今天开场还邀请到了俏红棒球大联盟初代片头曲的。 北川贤一要来为我们游客首发现场棒球大联盟啊这一部动画，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熟悉。他的初代片尾曲《星会》是北川贤一他自己词曲创作的哦，在动漫系列呢也是非常著名的歌曲之一。对，燃起我们的棒球魂！北川贤一呢自己也有说，棒球大联盟这一部动画呢，在许多棒球迷的心中是非常特别的。 动画，所以他这一次能够来到桃园球场为我们的十号队友现场，他也非常的开心，也希望能快点跟我们的十号队友见面。好，那现在时间关系呢，待会乐天女孩也要准备练舞了。今天乐天女孩也有开场，而且是带来全新的表演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不多说，我先练舞喽，走。 个人秀，我要跳Vogue，你要跳Vogue？对，我最喜欢看慧你跳 Vogue，因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适合，非常适合，大家就去学，真的可以期待她跳 Vogue 非常好看。那你知道你今天对上的是谁吗？卡吼。哇，你会紧张吗？紧张啊。因为卡吼也算是跳舞中的佼佼者，就是以乐天女孩来讲，她也是归类在很会跳舞这一段。对，你有先去打探她跳什么吗？没有哎，你知道吗？偷偷告诉你。 我等一下去打探了，但他说他也算黑色。对，你们两个同时都穿，感觉也是酷的，很期待啦。因为今天算是台日对决 PK 耶，而且他是算是第一个PK卡好的。哇，压力好大。不会啦，你是四下表演，卡好是五上，等于说他跳完，然后紧接着卡好就要跳了。对，哇，好啦，一起加油，希望你今天顺利。 耶哥，今天就是你的个人秀，嗯，我很紧张。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演？哦，sexy，sexy，嗯，醉了，醉了。我期待了。今天的服装也是特别准备，是穿黑色的，对不对？黑色，跟卫女撞衫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但是你知道他要跳什么吗？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。 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上台就知道了。你准备这个表演准备多久？准备大概一个月。一个月？一个月？我的天哪，你准备了一个月？一个月。就为了今天这个表演？嗯。哦，天哪！更期待了一个月的表演呢。祝你今天演出顺利，加油！ 特别的表演给大家啦！捏寿司，人家是捏泥巴，你们是捏寿司，捏捏捏捏捏，恭喜恭喜，不是要这样，恭喜恭喜！跟大家说，今天的乐天女孩开场舞啊，不只是乐天女孩哦，还有元气为一整跳，不止还有元气，还有大圣，大圣加油！
为什么人天秒比天？找到了北川贤一合唱新会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来的那个消息，我听到就超级无敌兴奋。对，赵子拔就是唱《Hallelujah》。对，没错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，网络上直接看 Rina 唱的新会也非常的好听，相信很多棒球迷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啦，也算是一种回忆，你知道吗？圆梦了，圆梦了，有种跳进。合唱很棒哎！刚不好意思，我听不了几太多，他跟我唱的，他跟我合影。Oh my god！ 我合着有这样子的，好高兴。完全没有那种架子，非常的 nice， 很亲密，对啊，太棒了！希望今天也要拿下，没错，一定可以，桃园男加油！来，球赛走起！今天除了有口罩，也是好事，咖喱的赞助日。过去了，就都不算。台日 PK 要开始了，各位，加油！
看啊，好看，非常好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事没事，你跳 Morning 的舞后我一直都很喜欢。继续加油，再来就是 Kaho 了。待会要去喂 Kaho， 我给个压力的，来来，一起去替他加油。Kaho 准备好了，不要紧张。哇 ，Sissy， Oh my God， 好期待哦 ，Kaho 加油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现在竟然2-2，我们坐上来这边，然后竟然2-2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加油乐天！哎，我们好多人一起要来帮卡吼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刚刚慧妮跳完了，换卡吼了。Every eye is on me, spinning heads like a disco ball. Cause I don't have a good sight, they all shine. I just wanna have a good time. Skin is like a New York night. I know you've been high and dry, looking for me all your life, but I'm mine. My love's never forever. Might just hold you together for a太棒了，可以放轻松了。我好紧张，好高兴，我很烂的女孩，真是。哦，让你高兴。肯定啊，现在一定是我们的烂的女孩，一定要多多照顾。耶，看我好棒。各位，我们全垒打啦！他们都是小瘦，小瘦。他们现在看到都说勇夺此频道，好好笑哦！八下进攻，加油！
左右的。他们真的是参加本领特别的多，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？跳完我很开心，我也开心，而且很多女孩有上来帮我加油，是就比较安心。是，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女孩啊，我们都会一起站到台上，一起帮我们的女孩应援。这就是我们乐天女孩，好不好？ Yeah. 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